这一题的答案是对。这次就是有关于痘痘的问题，想要来请教医师。第一个部分是痘痘常识题，那第一个问题是关于痘痘的形成和熬夜吃太油是否真的有关系呢？这一题的答案是对。像熬夜跟压力的话，都会造成荷尔蒙失调，一些高升糖指数的食物也会造成血中的类胰岛素生长因子浓度的提高，这些都会造成雄性素的增加，让皮脂过度分泌，痘痘就会变得更严重哦。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听说痘痘的前身是粉刺，所以我们把粉刺清除掉，就不会再长痘痘了吗？好，这一题的话，我要举两个。其实去除粉刺真的是治疗痘痘很重要的一环哦。但是常常你觉得是粉刺的，它不是粉刺；那你觉得没有粉刺的，它其实一大堆粉刺。像一些微小粉刺 （microcomedos）， 肉眼常常看不太出来，但是还是会形成痘痘的。然后啊，病人经常会说，医生啊，我这边一大堆粉刺，那可能只是一些皮脂管丝啊、束粒疹等等的，所以这一题不能回答对，不然病人回家自己乱挤一通，不仅痘痘没治好，还会有留疤的可能哦。第三题就是关于化脓的痘痘，我们到底该不该去挤它呢？对，该挤，但是不是自己在家用手挤哦。已经明显化脓的痘痘呢，我们把它引流排脓，可以减少痘痘的发炎。但是不适当的挤痘痘方式却很有可能造成留疤，甚至严重的伤口感染，因此建议要到医疗院所请医师评估，用无菌的器材去引流，才不会造成后遗症。接下来是关于痘痘保养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听说会长痘是因为脸部太干缺水的关系，所以我们多使用保湿产品就可以了吗？贝贝，其实大部分的痘痘肌都是油性肌比较多，皮脂已经分泌过多的状况下，不应该再使用太滋润的化妆保养品，反而应该注重清洁，减少皮脂堆积跟毛孔阻塞哦。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痘痘肌到底能不能用抗痘的产品呢？抗痘产品啊是可以的，其实很多抗痘产品都有一些抗菌啊、抗发炎的功能，对于痘痘的控制来说是有帮助的。但是最重要的是要选择适合自己肤质的保养品，不要朋友说好用就去买来用，适合他的不一定适合你。用错保养品的话，就有可能造成你的痘痘恶化哦。第三个问题就是关于我们皮肤出油冒痘痘，是否多洗脸就能够改善呢？这题举两个哦。像洗脸清洁的话，真的可以减少皮脂堆积跟毛孔阻塞。适度的清洁洗脸，对于控制痘痘来说真的很重要。但是过度的清洁就会使皮肤正常的皮脂保护膜受损，造成皮肤的敏感跟发炎。因此清洁只要适度就好，不要过度哦。第四个问题就是，常听人家说去角质可以避免肌肤的角质堆积，所以说我们经常去角质就能够避免痘痘的生成吗？错，很多病人啊都很喜欢用一些磨砂颗粒啊去暴力搓洗皮肤，以为这样就是可以把皮肤洗得非常干净哦。其实这样子对于已经发炎的痘痘肌来说都太过刺激了，这些过度刺激会让痘痘的发炎更严重，让皮肤变得更敏感哦。接下来就是网友最喜欢问的问题。那第一个问题就是，听说长痘痘涂抹牙膏就可以舒缓红肿的痘痘吗？错，牙膏的话不仅不能舒缓发炎的痘痘，还可能造成痘痘更严重哦。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长痘痘到底能不能贴痘痘贴呢？哦，这题也举两个。这个的话要看状况跟看产品哦。我觉得痘痘贴最大的好处是可以让你的手不会去抠到痘痘。现在有些痘痘贴很厉害，里面还有加一些抗痘的成分，但是在严重感染的状况下，有一些类似人工皮的痘痘贴反而会把细菌闷在里面，这个就不建议使用。第三个问题就是，自行购买痘痘药来做涂抹，像是日本人气痘痘药等等的产品就可以了吗？错，像痘痘其实分成很多种哦，痘痘药也有很多种成分。人气痘痘药呢，并不一定会适合你的痘痘，也不一定适合你的肤质，所以还是建议由皮肤科医师评估对症下药，才能达到最好的疗效哦。第四题，有一些人会将痘痘药当作保养，时时都擦，这样子对肌肤是好还是坏呢？这个的话要看是什么药怎么擦哦。像外用 A 酸确实可以当作日常保养的一环，每天睡前擦，让角质代谢正常，减少粉刺的产生。但是时时都擦就太过头了，会有 A 酸皮肤炎这些刺激反应的产生哦。另外啊，一些含抗生素成分的痘痘药，时时都擦也会造成抗药性的产生，不建议这样使用哦。
第五个问题就是关于长了痘痘用手去摸，痘痘反而会越变越大越肿。对哦，一方面呢、用手去刺激跟挤压都可能造成痘痘的发炎更严重。另外啊，其实我们手上很多的细菌抠抓会造成那些细菌跑进去你的伤口，也可能引发后续严重感染的产生哦。第六题，听说红肿发炎的痘痘可以涂抹曼秀雷敦来消肿。错，这个是不建议的。像曼秀雷敦的话可能会造成刺激，而且它是油膏剂型的，对于痘痘肌来说也太过滋润了，可能会造成痘痘的恶化哦。第七个问题跟妈妈们比较有关，听说怀孕的时候多喝牛奶，生出来的小孩就不太会长痘。错，应该是没有相关，反而研究显示说痘痘肌的话喝牛奶，特别是低脂或脱脂牛奶，反而会造成痘痘的产生跟恶化。那最后一题想要请问医师，谣传吃避孕药也可以治疗痘痘吗？这一题的话我举两个，像抗雄性素的口服避孕药确实是治疗痘痘的其中一个方式，但是是针对荷尔蒙失调造成的痘痘比较有效，而且并不是所有的避孕药都有抗雄性素的功能，有些避孕药吃进去啊，反而会使痘痘变得更加严重，因此一定要请医生评估跟建议使用哦。等一下，鼻子痒痒。抗雄性素的口服，重来，重来，重来。没关系，没关系。好。